希望您能原谅我。完全公益免费的佛教卫星频道，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心灵讲座。供养好不好啊？不是为自己啊，来为所有祖先、所有老人、所有精神病患、所有临终者啊，所有六道众生求佛加持啊，我们供养佛得到佛加持啊，所以各位今天殊胜，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为六道众生，也为自己断烦恼啊。所以我们供养的时候，你代表佛一样啊，供养所有的佛，随喜所有的佛，专心，不是不要有一个我在供养。当你拿着花，你要完全变成花，好不好啊？所以等一下我们念供香，我们每个人都变最好的香，拿来供佛，没有我了啊！而且带着我们把自己全然变成最好的香，替祖先替六道众生在供养所有的佛啊，然后功德又回向给众生，当愿众生，所以把自己香代表持戒，花代表忍辱，灯代表智慧，涂油啊代表一种柔软善巧方便波罗蜜，水果代表愿波罗蜜啊。那无论如何，这十种供养，我们把自己跟供养物合为一体，我变成花，用花融入于诸佛菩萨的心。啊，用慈悲融入于心，用持戒融入于佛的心，啊，让自己超越一切。所以有三种的观想，念一下来：成佛的菩提心，不间断；利益众生的大悲心，不间断；断除烦恼的空性智慧，不间断。所以学习这个。没有我，只有佛，众生就每天这样啊。为了让所有轮回的众生成佛，所以安住在空性，专心的帮助众生，专心的相信阿弥陀佛，为了成佛而相信阿弥陀佛，让自己保持在这样子的圆满的念佛的菩提心，念法的空性，念僧的大悲心，这样来做供养，那这样功德很大。所以各位以后天天在家里这样供养，专心的念，要这样思维。我们会敲法器，法器代表帮助六道。敲木鱼呢，啊，敲木鱼，所有各位吃过的鱼虾、螃蟹、海鲜，通通超度，好不好？敲木鱼，木鱼很重要。
敲钟啊，外面有大钟啊，敲钟什么？地狱打开，通通超度啊！敲鼓，敲鼓，牛羊猪狗猫四只脚的动物通通超度。敲鼓重不重要？你老公很喜欢吃猪肉，你没事就在敲鼓啊，帮他超度超度啊！敲云水板，锵锵锵，云水板念一下：鸟群升天，恶鬼离饥渴。所以我们出家人要吃饭一定会敲饮水板，看看看看，通知那些孤魂野鬼，我们要施食给你了，被人类吃掉的鸡鸭得到超度。那敲法器功德大不大？然后敲引磬，断烦恼，发菩提，让所有人类所有众生断烦恼，发菩提心，保持正念。所以这个法器功德大不大？所以各位以后要学啊，法器不是出家人的专利，只要每个人愿意学，你守五戒了，最好吃素就可以敲法器了啊！大家来利益六道众生，边敲法器边念佛，所以我们用法器供养佛，用法器超度六道众生，也用真实的供品供养众生。各位，如果你长得不好看啊，你要好好忏悔啊，代表你这个人爱生气又不喜欢拜花啊！你要经常供养花不生气，这是修菩萨道的基本。菩萨道就是不能生气，让别人看到你有人缘有法缘，不会讨厌你，好不好啊？我神要拜鸡鸡，你惯我，你太自私了啊！拜地藏王菩萨了，以后最庄严啊，对不对？地藏菩萨是庄严第一，多供花，不要生气啊，让老人欢喜，你的脸庄严好看。佛经说，供灯的时候你多布施油，你的眼珠子就很黑很大。人家供油的时候，你又加灯芯可以点燃，你就会双眼皮啊。然后你供的灯座很大，你的眼睛比印度人还大。所以供香的人鼻子漂亮，供灯的人眼睛好看啊。供水果的人哦，嘴巴香，喜欢吃素。供音乐的人声听好听啊。所以每一种供养都有这个福报，这个福报念一下回向众生。啊，希望众生得到这个大福报。各位最好多买一些很香的沉香油、檀香油。你去拜佛的时候啊，可以插在这边。然后日本人他是插在手上，一合掌好香啊！啊，用这个味道去供养诸佛菩萨，然后呢，用这个味道去供养众生呢。所以各位现在流行猪瘟啊、牛的口蹄疫啊。那水果的味道是最殊胜的，你用新鲜的水果供佛，这种香味就可以把传染病瘟疫消除掉啊。还有一个是说，假设你的老公很喜欢吃肉啊，很喜欢吃肉，然后各位要多在佛前供最香的水果，以这个味道供佛，以后你老公闻到肉就外加，他就不会吃肉。那个水果，那不一样的水果有不一样的功德，像这个苹果代表人缘好，如果供养香蕉突破烦恼会赚钱，如果供养葡萄多子多孙，如果供养甘蔗口才好发财啊！如果怕老公有外遇，供养什么？榴莲，还有凤梨，很尖很刺的啊！所以每一种水果都有功德的，各位多用食物供佛拜神，布施给六道，给鸟，给鱼吃，给流浪狗吃，还是这边有斋堂，各位多来打斋，大家吃素，这也食物可以上供下施。各位要观察，所有的物品都变成黄金珠宝，就像极乐世界是用宝物所做成的，七宝琉璃，要这样去供养所有的宝物。为什么？各位要学会观想，哇，都变黄金珠宝，供养诸佛，所有佛的净土都变黄金珠宝，所有众生都脱离贫穷。各位在家里啊，摆一个空间，把大藏经或是华严经啊，很多经典供在家里，这样摆功德无量，下辈子你就可以深入经藏。我发觉现在人佛教徒很多，但是能够看得懂经典的人太少，所以你要多供养自己，多供养啊，就算看不懂也供在家里，那将来你就会种下深入经藏的因，而且这个法宝，它就你只要一拜，它就发光。
啊，拜经典的功德不可思议啦。再来供宝珠，各位有炼珠的拿出来戴在手上哦，你要把你最好的炼珠供养诸佛菩萨，当愿大家念佛正空性，念佛。